好，过来来看到中华玉皇宫依照往例，伫咧旧历嘅七月初举办中原普渡，而且国家中原普渡按原本嘅一天延长到三天。玉皇甲信众准备嘅2000份普渡奖品，卖伫咧中原普渡结束了后，捐予弱势团体。中华玉皇宫，也就是中华人咧讲的天公庙，旧历七月初依照往例举办庆赞中原活动。今日庙方甲中原普渡祭祀科仪延长到三天，所谓祭祀流程完全依照传统的道教仪式进行。过月是七月份吼，人讲做猪鼻月，但是玉皇宫我甲号做报恩月，是安怎讲呢？每一年的七月四啦吼，咱拢有办这个庆赞中原吉安普渡大法咧。啊，每一年拢将近要1000桌吼，尤其是中华玉皇今年咧，啊，今年特别增加啊5-6项的这个普渡，甲北京宫庙有较无同款的。或者啥物无同款？第一，或者有主的部分，有主就是有对象，有对象就是讲完全祭祖英灵啦、动物灵啦吼，啊，祖先天库啦吼，啊是个人天库。咱在生就要补财补财运啊！哦，啊，往生者嘛是爱甲补一下财运的，迄个叫祖先天库。啊，交拨祖先。玉皇宫管理委员会指出，配合信众的时间甲需求，今年中原普渡的祭祀科仪增加了真侪项目，特别是超度亡灵的部分，互各行各业拢会当接触消灾解厄。哦，交拨祖先嘛拜位，动物灵嘛拜位，动物灵有咱的宠物，哦，猫啦、狗啦。太精神也袂低歹，迄拢总是会通我来遮祭拜，来遮拜拜安尼吼。啊，佮再来即个完成祭祖吼，完成祭祖，咱镭射啊，镭射有佮人捡捡角，有啥物弯手啦吼，来遮祭拜拢会使。佮一项解弯设计，解弯设计，你有啥物弯变怎解，你有啥物角变怎透，啊，咱遮有高公大法师一直佮咱加持，佮咱祭拜，用个因。道教正统的科仪，甲咱祭拜，甲咱加持安尼。玉皇宫主位强调，天公庙不只是当地信仰中心的砖头庙，附近商店甚至是外县市信众嘛相当多。即个中原普渡将近2000份的奖品，都是四面八方的信众提供。普渡了后，即个物资嘛将捐送给弱势团体。大众新闻，丁善中华采访报道。